风向橘色。勃朗先生、洛先生、波尔先生，哪一个是你理想型的一个人物？勃朗，胖胖的，很可爱。和蔼可亲，所以向往有那颗肚子就对了。也是啦，不觉得跟肯德基爷也蛮像的，就是有钱人样吗？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就是嫁给他、就是、有钱的绅士，一辈子就是衣食无虞。对啊对啊，一句话，嗯，赞。三个形容词啊，自然、暗、很热。是这边啊，这边，这一边，这一面，一个毕卡索，一个达利。要用他们的全名，西班牙文的全名。欸，我真的不会。OK。可能会想要把工作室弄干净再开始画，可以画出好的作品。我以后不要选夏天画画，好热啊！对，就这样。